我是戴琳，一个音乐制作人。我一直在这个城市里寻找一种声音，当我终于找到的时候，看见的却只是一个背影。我想你永远不知道我对你的好，你像一颗最晶莹的毒药，给我渴望又甘心走掉。我想激动，每个笑容都定格成为了慢镜头，脑海中反复播送，黑白间那么沉重，思绪在指尖交替流动，哼出一段旋律纪念那些小感动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哎，你好，阿Ken，你看一下啊，我觉得这两个选手的潜质呢特别不错，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去培养的话呢？潜质就是幼稚，花点时间，现在谁还花时间培养新人呢？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你不就是想说钱吗？没错。这个呢是这次赞助商的老板给的，他的儿子呢也来参加比赛了，希望我们呢照顾他一下。他也是从国外回来的，也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毕业，形象也很好。我们要选的话就应该选这样的极优股，是不是？都什么年代了还在做梦呢？像这种比赛都只是做做过场而已。这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打算当然实现我的理想了，我要做中国的贝多芬、巴赫、李斯特，还有那个莫扎特。哎呀，巴赫、李斯特那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实现这个音乐梦想呢？我想你永远不知道我对你的好。天生无奈的男人者，也听不到泪掉着，
最近我最爱唱一首歌，一首可能你也爱的歌，副歌的情绪在高高的街道等着大雨疯狂了。过来，怎么了？好了，过来。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我想带小可去酒吧听你唱歌，然后我要向他表白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用的，我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，他是把你当兄弟啊。兄弟怎么了？兄弟就不能谈恋爱了？兄弟，难道你小可是小可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样，我先下班喽。就这样，晚上成功，拜拜。一首可能你也爱的歌，副歌的情绪在高高的悬崖等，等着大雨疯狂了。我们都容易对号入座，一首歌反复让各自身上呼应着。他别问你是男人，要别我来这里继续做你的音乐梦了。你是个有音乐理想的人，我可以帮你实现。好帅哦，是好帅啊，你看他那么帅，可惜的命为什么呢？你看当然是小可喜欢的男人咯。喜欢的男人，你说清楚谁？假装什么都不让你知道，再多渴望也会隐藏的好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宇哲。那我的爱情观呢，爱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粮食。因为呢，我觉得一个人拥有的再多东西，或者是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工作，但是其实你只要没有爱，或者你回到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听你说话给你一个拥抱，我觉得你等于什么都没有，你有再多的钱跟工作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爱情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个整个人生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。遥远帅哥，这万众少男少女心中的白马。不知道我对你的好。还有那个叫什么？刘沙子。哈哈，那个什么，他就想上镜，想上镜，想上镜。你一直找的是第二个，就想上镜。在我们生活中和工作当中呢，会遇到困难，会遇到挫折。但是呢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支撑我们走下去，那就是爱。相信爱是所有困难的阻力，你可以的。爱是希望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